今天早上我们家那个辣椒都红了，去摘了做那个酸辣椒。今天辣椒不怎么好，因为前面的话下雨都掉光了。小狗狗也要去。下雨又太干，天气真的是老好，种庄稼都要靠天气。越甜了，越种的越好些了。这个稻谷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收成啊？南瓜结好多呀，对呀、啊，这南瓜怎么不一样？有些圆的，有些长的，啥情况啊？啊，都变异了嘞。那一个是被谁摘的？我摘的，你看。这个，这些南瓜特别好吃，卖几块钱一斤。这个好大呀。而且它都是粉的，吃起来是粉粉的。你看这个又是这样子的，啥情况？这个。这个好大呀啊。嗯。长得比这个辣椒还要好，天哪！拿这个背兜了，装不下哟，这么多。哎，今年的辣椒太差了，看这个红都干了，从那边摘过来。呀，快来！啊，是红红的一片，马上就有酸辣椒吃了。摘那个红了吧？对呀，这有些被虫子吃了的。来啦！好的。来摘，好热，摘了赶紧回去了。今年这个辣椒怎么那么短呢？去年那个辣椒好长的。啊，这个买的这个种是买人家的苗。啊，这个肯定不好。那个本来是线椒，这哪里是线椒啊？这好像是美人椒。那种线椒的话，就是长很长的那种，就才好。那这种又小又短，还是我这小家伙勤快。那个大的现在懒得要死啊，小的他又不怕太阳，还要来帮忙。真的太热了，现在是8:09，这个太阳晒的真的是热乎乎的。这个装满了，倒在那个筐子里面去，红红火火，呵呵，这辣椒，好看看呀。妈，这个辣椒为什么那么红又红又红？红了，拿去做那个酸辣椒呗。摘过来吧，一颗要摘完呢，每一颗把这个红的都要摘干净呢。知道了，都会摘干净。刚才我说了，一脚这个就倒下去了。今天花了400块钱买的这个辣椒苗，这个辣椒太差了。现在这个天气太热了，外面温度40度，好了，这里都喘不过气了。今天天气热，在外面干活真的是吃不消。
说你要你要，他你也老板。